您看我工作30年、嗯、但是我连1年的工人都没当过。小厂产品出了问题了啊，外地进的时候那个厂长车间主任去不好使，我到那儿三言两语搞定。可以看胡同风景，品百味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同不能说北京。今儿啊，咱还在胡同溜达，碰上了一位特别热情的北京大妈。人家跟我们聊了很多，说自己啊工作的时候是单位的公关大拿。咱快听大妈跟咱唠唠。您是住这儿的？我就住教堂旁边。您啊，住那个离着近啊？离得太近了。住多长时间了？您这儿？我住了60多年了。哟，那您这个老人了这儿？对对对。啊。嗯。一直在这住，一直在这住，住几间？就只不过就是，不是住这院，有时候住这院，住那院，搬了几次家，就这一块儿，没变啊，就没变哈、啊，就那胡同都没出，都没出，那为什么还老调房啊？嗨，最早是我母亲一人住一个小屋，特别小的啊，我自己住的别处，后来呢，我们那儿呢也是住的亲戚家人不让住了，我们就回我们这儿住。回门住了呢，就是我结婚的时候，老头说不对啊，给北京那个房管所来的信，完了给我分的房子，就传板胡同那一间，哦，说这间，哦，后来有了孩子了，因为老头又不在家，因为我早上起来6点上班，我说把孩子抱过来呀、啊，还得让我妈过去呀、啊，干脆换一块儿，这么就换的前院，调一块儿方便，对，哦，那你等于挨这儿结的婚。嗯、啊，就等于跟这接的啊、哦，就是有孩子以后搬的这院，原来跟、啊、搬那院，原来跟后院。哦，老伴儿没房、啊，后来回来给房子了，给房子了啊，给的哪儿的呀？也是这儿的呀，就是哦，就这么着调来调去的。啊啊、就是传板胡同、哦，我把这间传板胡同和交汇对面这个小城胡同这两间给交了一个院了，换一个院了。那您现在房子应该大一些啊？也不算太大，三间，20多米，三间是吧？我估计您是、嗯、啊，因为您有这么一个。老伴儿的这个因素是吧、啊？孩子挺大的了吧？我孙女17了，都是啊。我孙女17，您今年有？我70多了，72，本命年今年。哦，72了，您都、啊、哦，没看出来，以为您60多呢。啊，您显得还年轻。老伴儿早走了。老伴儿早走了。走10年了。哦，走的早哈、啊嗯。你干嘛推这个呀？我不是那个嗨，我这就别说了，头一年把胳膊摔折了。哦。前年摔胳膊，去年把腿摔坏，哟，摔坏了。这腿和胳膊好了吧？就是那个算是7月份啊，大面积心梗。您啊，我现在就是等一个活死人。哎呦，那您这个我看您还挺乐观的。反正我人就生命力特别顽强。还真是，那跟您乐观有关系。连那个什么阜外医院、啊、是心脏病的专科医院吧、啊？那个主任都说我。我也不能给你做手术，哦、说我可没那胆量啊。说你现在说难听话就是对付着活着。嗯、哎呦，那您还得、那危险了，你来抢救，抢救完回去拿药维持。所以现在推这不稳当点儿。哦，对，有点事儿就还能坐这儿是吧？啊，退休工资高吗？一般。有多少钱？嗯，就说5000块钱吧。啊、哦，那还可以。我们这个那个什么事业单位钱多，我们企业没什么钱。哦，您是以前做什么的呀？我是那个最早叫渔具厂。哦，渔具，钓鱼那渔具厂。我知道。后来是跟乒乓球厂合并、哦，后来变成了器件四厂，半导体器件。哦，改成器件了。最后半导体器件。哦，我小的时候，嗯、少年呢就广播的合唱团的。您啊，哇，真厉害！在那待了3年呢，唱3年歌呢。啊、哦，什么小喇叭啦，星星火炬啦，学龄前儿童广播都是我们。那你也是那会儿也是一个活跃分子，反正我一直是活跃分子，是吧？甭说那会儿了，一直都到现在也一直活跃。您看我工作30年啊，工龄啊30年、嗯，到退休也是工人，嗯，但是我连1年的工人都没当过，一直当干部，在厂位是就干干部的活，不是当干部啊，没有资格，没积极分子，是吧？像厂子有什么事，嗯，都找我，都是你厂级开会都有。哦，我是那什么，出主意什么的，这方面处理事儿。小厂产品出了问题了啊，外地进的时候，那个厂长车间主任去不好使，我到那儿三言两语搞定。可以，叫公关部啊。所以我是年轻时候就上班时候都是工人，但是我老出差，他们老说我你一破工人老出什么差呀？我说那他让我出我就出呗。那您这工人干的是干部的事儿、啊，对、啊，没错，对吧？是啊，哎呦，那您这一辈子让人敬佩。反正是我不是自夸啊，嗯嗯、我办事一般都能办，没有什么难。能看得出来。像我退休以后，那个我在外的就那个那什么，教会那胡同头上铁红楼，我跟那儿打工、嗯，
刚去了几天，完了也居委会就找我，非让我上居委会。哦，我在居委会也是，那个好多事儿我都能处理。干了不少时间吧？六年。后来我生我孙女了，我就回来了。哦，得看孙女了。在那里头也分工啊。嗯，我是搞这个的，他是搞那个，他那他处理不了。嗯，我去了就能处理。哦，那老百姓不认他。还真是啊！我老问他，我说这人长得是不是特别呀、啊？说没有，嗯、哪儿人认识我特别多，认识我的人。关键您热心，热心。对，别人看见您，人就信任您啊！好多人都是，嗯，我说这就跟我像那个苏州广东人认识我的也多着呢。嗯，大妈这性格啊，真的太好了，热情、乐观、开朗。咱就在这儿祝她身体健健康康，笑口常开。